阿伟哥哥，马上欢迎我们的官署兼特别来宾何伟健。维健呢，曾经在 Project Superstar 也是咸鱼翻身大成功，结果还得到男子组的第三名哦。没错，是。所以呢，我觉得啦，我们应该马上来看一下他当时啊，那个绝对是不是啊比赛片段吗？对，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啊，来，请看，请看。20岁的何维健面对绝对 Superstar 翻身赛，使出浑身解数。我无限的困境，那些过去不肯过去，不管我后来遇见多少人，只能叹息，都不是你。你唱这首歌呢，是你的 feeling 很好。我觉得你确实是有感动到我，我觉得你应该争取到你要的分数。刚才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差一点哭了。评判都给予一致好评，究竟这么感人的歌声，何维健能够获得多少分？39分。今晚要翻身的六位同学请注意，何维健当年的39分就是你们的目标，成功翻身标准，得到全场最高分并取得39分或以上者，即可获得免死金牌。这位同学不必通过观众投选，就可直接进入下一关。祝你好运！哇，是的，相信今天的游戏规则都是非常清楚，而且呢，维健呢，我觉得比以前更帅了，对不对？谢谢。那当时啊，你是怎么样获得39分的高分啊？好厉害哦！其实我觉得就是当初就被淘汰的时候，是淘汰的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的对自己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然后一被淘汰后就觉得在那个翻身赛就觉得是可能是最后一次的表演了，所以我就把一切的给抛开，然后就好好就把我歌给唱好了。所以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参赛者说的，来鼓励他们？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就是那个39不要去管那个39分，然后尽量去把那个歌曲给呈现出来，为了就是要呈现给今天到场支持你的同学们，要为他们好好的唱这首歌，好，为要好好为他们在家里投票给你的支持者好好的唱给他们听，那个是最重要的。相信维健的金玉良言呢，我们今天啊翻身赛同学都会十分的受用的，没错。对对，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观众维健，谢谢维健。谢谢，欢迎来到我们的网上直播室了。Yeah, 今天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翻身赛，我身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关主何维健。Hello， 元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维健，有没有？今天我想问你哦，如果你站在这个台上，你有没有信心再突破你当年的39分？我不知道哎，压力很大、啊。敢不敢唱个现场？等一下，等一下哦，肯定会啊，一定会唱现场。哎，太好了，导播何维健说要唱现场了。会，而且待会儿还会唱之前就是翻身赛的那首歌曲。哦，好的，成绩放榜的时候要大家期待了。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所的我们的同学们的那个票选哦，人气票选，最运动型、健康型。然后现在呢，你要给大家投选一下，你觉得谁是你心目中的健康少年？最健康啊？对。Jeremy，Yeah，OK，、okay. 我很喜欢看到他的笑容，就是很健康。好的，谢谢你。然后呢，等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的翻身马上就要开唱了，进广告。Yeah. 欢迎回到校园 Superstar 翻身赛现场，欢迎何维健带来的歌曲《咬字》。Hey! 准备好了没有？副歌 ，Go！ 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咬字行不行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舌，嘴里长过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初一十五初二
速速出三十四五，绕个口令怎么让我绕得那么辛苦？我说的不清不楚，只好说人家扮酷，给我点时间，让我慢慢进步。我退步不行，要怎么饶舌才会有型？不管什么新鲜，不要给人家批评，要我行，只有我自己说我行。我已经说了那么多，我真不相信。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怎么搞得我不知所措？这么大的问题，不知不觉揉了眉头。就让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不要愁眉苦脸想太多。等我铁棒磨成针，那个时候你们就懂。跟我唱副歌 ，Come on！ 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自信不行，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舌，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预备，给我麦克风，大家快来跟我疯，把螺丝放松，双手借给我用。我不是要你跟我一起诗歌朗诵，我只是要你跟我有那一点点的互动。跟我说嘿，跟我说嘿。要是不行也能把西风搞嗨，所以暂时还好，请大家不要见怪。跟我一起拍手 ，Come on！ 啊哈哈，他们要我饶舌，不要停啊 ！Ooh yeah， 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自信不行，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舌，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自信不行，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舌，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这绝对是何伟健的特色。这首诗我献给在场所有的同学们。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是。那刚刚呢，你也是看了我们刚刚翻身的六位同学他们表现，你觉得哪一位呢是最有机会今天晚上能够翻身成功，哪一位表现最突出的？我觉得应该是我本身啊，我非常喜欢艾嘉的那个。哦，哇，艾嘉为什么？你是爱我的，非常稳健，然后非常的稳啊。有没有你当时的风范？真的有大，就是大将之风的感觉。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艾嘉是否能够突破你的39分。欸、OK， 好，谢谢何维健，谢谢何维健，谢谢。好的，那这个时候当然还是要访问一下我们的艾嘉，还有感谢我们维健，维健，谢谢。如愿以偿，你猜中了。对啊。为什么那么厉害？还不错哦。所以今天的成绩你非常满意，对不对？对，没有啦，就是预测罢了。那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我们的艾嘉说呢？嗯，今天表现非常棒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你有这个机会继续比赛，就要唱更好的歌曲给大家听，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东西。是，那艾嘉呢，其实他也是你的粉丝，所以呢，刚才听到跟你同台多么兴奋，现在过关了，可不可以给他一个鼓励的拥抱？好，那艾嘉这时候有什么话要说？成功翻身完全不用进入我们成绩揭晓。我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然后要谢谢听他们给我的肯定，要谢谢彼得老师一直以来给我们的鼓励，谢谢。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暂时呢分数最低的同学现在要访问一下了。来，是，好，就是哪一位？孟真吗？孟真会不会觉得很遗憾这一次？不会，我还是很开心，因为我唱出我自己的感情了。好，那排名第二高，我还是很有机会。李李梅子，来呼吁一下，还有机会。现在还可以投票。好，很想，我们也很想问我们的评判老师，觉得今晚的比赛有没有让你们失望，或者呢，有很多很大的惊喜？好，我们展恩老师。